大家好，我是宝妹。假播，欢迎咱所有的乡亲老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赶快是阿宝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服务主持。住宅方面、政府方面无清楚、无了解，6338601 6338601。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哈，这个威德的问题，一共一斤哈，韭菜哈。种这么一单了，最近叶啊吼，尾溜一直打起，这是什么原因？伊差不多是种吼半分地，可能有六届以上啊，是不是讲天气上热，土上大啊？几天啊，按一届水哦。那他也有问了一下这个龙鳞菌的一些功能，老师，因为首先吼，就是讲有当时啊，这个问题呢，吼、哦，要特别这个特别这个小心啦，吼，因为温度高、湿度高，吼、哦，这个也极端吼，这个有一点啊，这个尾溜啊，尾溜那是有滴啊，这种臭大臭大这种吼、哦，这爱真细致，吼、哦，真细致。那么细致啥物呢？吼、哦，最主要的是讲这个有真重要，这个由于即个白癜病吼，癜病即个预防，即点呢，即是相当的即个要紧吼。那么即当个咱好朋友呢，小白就是讲你定来小注意者吼。那么要安怎看是不是有即个白癜病吼？因为即许阿尾一过大大吼，那么即种有两种情形啦吼。那么第一个情形吼，第一个状态吼，上盖歹在，上盖歹在就是即、这个。这个白癜病吼，这白癜病吼，这你那是得这个白癜病的时阵吼，就真容易出现着这款的这情形，就是这叶啊吼，会有一大吼，会有一段吼，会有一段呢，会着啊，这个臭大臭大吼，所以这点呢，咱听众朋友吼，你一定爱小来个这注意着，所以这个病害的这个防治呢。那么相当重要吼，相当重要吼。那么这点可能爱稍注意着这个这个管理吼。那么除了讲这个白癜病吼，白癜病以外呢，有当时啊循规蹈矩吼。那么会有一些这个热障碍，热障碍的一个这个表现，有当时啊嘛是叶啊一扎吼，一扎吼。但是一般呢是热障碍的这个叶啊吼，通常你会看伊小寡夹夹吼。那么咱真惊的就是讲这个有当时啊，那是白癜病吼，白癜病呢，伊个叶啊咧，伊个状一直黄倒落，一直黄倒，而且伊叶啊尾一扎臭大，然后也为中路的这个所在吼，就是讲为这个叶啊较长，而且也一直黄倒落来，一种就是咱比较较担心的一个这种这个白癜病。这白癜啊，那么这白癜病对的这种温高湿湿度高的时阵呢，那么这东西一个我们很不太愿意去看到的这个状况啦吼，所以呢，这真容易来改这个发生吼。那么但是你注意啦，当时啊，伊个长吼，伫这尾溜遐的小花，了啊，臭大臭大，搁较严重，涂骹面你都看到有迄个。白色的一种菌丝，所以这种呢，还修来做这个要做这个处理哈。一般通常咱以这个韭菜啦、韭菜花哦，大概这种灰颗粒啦，哈，这个布麦林啦，这种的这个在油啊的这个使用哈，这个呢都要很小心啊。那么这当铁炸哈，因为这种呢可以压起来哈。这喷油啊，呢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一般通常咱是主要的这方面呢来改做好做这个铁栅呢，吼提早来做一个这个预防。啊，这白癜病啊，白癜病呢，除了讲像这个，咱一般咧做这个白癜病的这个药啊，布麦林、布多林，这含这个就是同款的吼，含这种这个叫做。慢哭吼，慢哭病吼，这有个人是拢用这种，但是这个防治吼，一定爱提早吼，就是要提早一点点，就讲利用这个，有的是用基本的药啊，就讲用秀白这药啊，贝克利吼，这物件，那么这可能要小心注意的这方面的这个防治吼。那么接着就讲，因为一定爱脱病吼，伊个药啊搭配吼，伊个。这种较容易出现到这款的这状况，
可能是这个啊，所谓这透气性较歹吼，透气性较歹呢，伊的热障碍就会较严重，尤其那是这个啊，额温就较容易吼、哦、来出现到这款的这情形，这个要很小心啊。那么这大概是这个状况啦。那么伊南是臭大尾是黄叶吼，黄叶呢，你可能爱火水侪，你爱可能爱注意这个根螨吼，那、哦、是有滴啊湿淡吼，因为根螨伊黄叶。啊，但是伊是黄叶，但是伊唔是臭味大，伊唔是迄个臭味大尾，伊就是安尼黄叶啊长呢，啊也做大吼，差不多你徛咧甲看，差不多安尼一个口一样吼，啊会较黄叶啊，这种诶，这可能都爱小注意着吼、哦。那么这咱啊。410的建议、哦、用这个布菲松，用这个北丹把丁啊，嘛、哦、烧来改这做这处理。当然，伫这个乌鸡啊，利用这种生长素维他命 B 啊、哦、B 群呢啊来加咧用、哦，这个效果呢啊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这大概是这款呢这得力的哈、哦。那么这应该是当传咱好朋友呢做这参考，会对着咱。啊，一寡这物件的应用呢，都还蛮啊，该实手吼，因为真这个非常的咱就一点用不用啊。所以呢，其实伊专业咧种这个韭菜花吼，即、啊、种韭菜花哈 啊，所以呢，即当条。那么一般呐是讲这个，你讲啊，土伤大吼，规工要灌一遍水哈，即、啊、大概呢。然后比如那问啊，不啊这问题，其实不啊拢无法度甲你回答，讲规工灌一盆水哈、哦。那么到什么情形呢？咱一定爱知影，就是讲，我那是土面，那是淡哦，这一般是唔免安怎想饮水，但是呢，啊，咱手哈，枕头啊，伫这张卡的所在哦，当边只只枕头啊，甲冻落，大概那是有两目。这要两节，那是8/8。比如讲，你镜头啊，两目差不多几公分，3公分到4.5公分这个所在。但咱较早人讲一寸寸半，这个所在爱打。各类那淡的不要紧，就表示讲这个水分有够。但是你那是搁较深类，两目镜头两目落去了，迄、那个所在要搁是打，就表示水已经无够啊。哦，水无够，所以咱来饮水哦。热人的时阵，那么你袂使让这叶啊夹起来，吼叶啊那夹起来，就表示讲啊，已经的出现这个较欠水的这个情形。那么叶啊夹起来欠水，有一种情形是虾米款呢？有一种情形是这个啊、因为伤热哦，伊个水伤侪，伊冇可能叶啊夹起来，这就这种就是足标准的这热障碍，因为。啊，水伤侪有时啊，这个会热障碍啊。本来无啥物热障碍，结果呢，啊，你水伤侪，咱讲的水伤侪，通常就是落雨淹过高面这种的这個情形，拢无打伤。你若人咧淹水呢，尽量会当淹半高水，哦，可以竖的起嚟拖下边，有些话啊，有湿淡安尼就会晒。哦，啊，较骨力淹咧，哦，因为热嘛，哦，所以啊，只有就是靠这个水呢，可以去降温。哦，啊，所以规工要灌一盖，你家己爱去扎，爱去扎一个这个。这种的这个时间点，你要改这个扎落好势吼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咱咧讲的这个荣林菌啊、哦，这咱好朋友呢啊，这可能比较新啦、啊、哈、哦，这一般那是听咱电台呢，可能有个人呐听荣林菌哦，这一讲一个啊，一个咱听友家伯讲啊，即马都要娶某。要娶某啊啦！伊细汉就拢听荣林菌吼，即卖伊娶某啊，倒来咧做事啦，即卖嘛拢用恁的荣林菌啊。那么你甲看咧偌久啊？吼，这个呢，这个伊刚我呢翻了一下吼，看到一张相片，突然呢哑然失笑吼。这有一天，这样我含这个含宝妹呢，这一类哈，在隔壁哈，去台北哈，然后我们在高铁上面呢自拍哈，不啊自拍拍了一张照片，欸、我看那个时间已经几年了，一眨眼已经过了十年了，哦、十年前去开会吗？哎呀、啊，应该是去开会。那两个在隔壁去台北开会，我们两个有拍过照、哦，我怎么一点感觉、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刚真的也忘了，阿杜阿在整理相片，阿、啊、看到在高铁上拍了一张，可是未婚临在，
啊，不好各位翕云林站啊，伫高铁馆另外两个翕一张相啊，然后就这一张好像都忘记了，结果一看，十年前的事情。哇，十年了，十年前了，这个时间再过很快哈。那一张相片是2013年，哇，那时候其实我还长得还蛮好看的，不过这这些时间来哈，还是十年的变化真大。啊，这你去看乍进景，难得用这些荣民军哈，这个民国92年、93年的时阵就开始，今麦跟归你啊，哈，20年了，这个一晃眼，这个呢，紧近的这个时间。那么这荣民军哦，什么是荣民军？荣民军呢是一种功能微生物的这个统称，有这个荣民功能，所以统称这个荣民军。啊，这个名是因为伊会当吼这个啊土壤内底一个，因为磷吼含土壤是结合的，做物真歹吸收磷肥，作物很不容易吸收磷肥啊，因为磷呢被固定，所以它不容易吸收。那伫无容易吸收磷肥的这经营之下，做物是安怎去吸收这个磷肥吼？所以杨秋松老师的发现，这个证明有一种微生物啊，叫荣磷菌哦，这荣磷功能。啊，伊一开始当然的各种的各种的这个微生物，啊，然后呢，伊把这微生物萃出来了，然后改分离出来，佮改加回去，哦，啊，伊设定一个，伊的伫这个培养基内底，哦，改这个加过磷酸钙，啊，过磷酸钙你若是有溶磷功能，伊就会当呢，这个过磷酸钙分解，啊，过磷酸钙分解呢，伫迄个菌，吼，菌的边啊呢，过磷酸钙被分解掉。本来是热，哦，伊那是分解掉，伊就变清诶。啊，咱较去量伊诶迄个溶磷圈，哦，就是讲伊这菌呢，伊有诶足强诶，哦，这足大粒诶，啊，有诶是一点点足细，啊，即敢那溶了一点点，即种，啊，伊这就是溶磷功能无遐强，哦，所以咱伫即个溶磷功能较强诶，甲伊算出来，然后甲伊即个大量诶即个人工培养，咱先咱甲伊做出来，啊，即个物件咧，就是咱伫电诶咧卖即个。荣磷菌啊，当然不是跟咱电台咧卖，较早是跟咱电台咧卖，然后全中华民国的，就是跟咱电台吼，啊有几个好朋友，啊大家做伙觉得不错，啊迄阵呢，不啊拢去跟鼓吹哦，去台东啊，去屏东啊，台中啊，苗栗啊，宜兰啊，吼，拢几个好朋友，啊去跟讲，这袂歹啦，你爱落去卖这啦吼，你咧卖农药啊，都开始大家嘛是。朋友到旁边啊，对，做啊！你看今嘛呢，遍地开花哦，这确实呢，有这个好个呢，一直出来哦。对，因果你都会感觉到，这对这土壤来讲啊，土壤内底这微生物呢，啊，你里头肥，里头肥啊，这肥哪热，地哪散，肥哪热，地哪散。哦，因为咱知影伫这土壤内底，伊有一个这个啊，咱讲气象，还有空气啊，还有意象，还有水分，伊会感水哈。爱有气象、意象、故象，故象就是这土壤啊，我这物件爱有，过来就是爱有微生物象，我这内底爱有这微生物哦，土壤内底呢，这物件伊互相去组合起来，所以啊，会当哦，做不固定，有营养糖吸收，有水分糖加，会当透气。个微生物改到三缸哦，这微生物呢啊改到三缸，所以伊这个作物呢靠我都正常的节节发育哈、哦，所以你若总共会当适当，因为你若捌用过一分地吼、哦、一公斤，你个你无介侪钱啦吼、哦，这个通常不贵啦，吼、哦、一公斤就是在啊市面上咧卖大概就500块左右哈、哦。那么因为咱电台个这个介绍呢啊踩在这边吼、哦，这啊可能无人敢卖比咱电台较贵哈。通常是咱卖较贵啊，但是啊、这个咱是也不是特别贵啦吼、哦，所以呢，有的人讲去买一挂较俗的吼、哦，这俗你若是感觉效果好啊，不也是无意见吼、哦。但是咱的物件就是咱做这个粉啊，然后它稳定，好、哦，而且然后你得用的这个时阵呢，当有这个品质的这个保证，这个你还怎样？当时是。咱选这个菌株的时阵，这个杨老师是选一个上强的，就把这个所有里面呢，他认为最容易成功的、最强的那一支，就是咱咧杀的这个。阿伯也当然够做者这个相关的这个菌株出来了哈。啊，伊毛溶磷功能呢，但是呢，伊不一定就是一菌啦，因为呢来到老累的有啦，但是伊原来有溶磷功能，你咪当去用哈。所以安尼讲，你有怎讲这溶磷菌，其实就是和土壤呢。这个磷
啊，磷固定掉咧，这无法度吸收，咱用溶磷菌料，伊个磷呢，会当吸收。啊，都是有讲到磷含啥物结合，含钙去结合，过磷酸钙哦，磷酸钙去结合，所以这磷酸钙去结合的时阵呢，伊的即个解开哦，即、這个很容易被解开，解开了，伊个钙的话都吸收，磷嘛，解掉钙嘛，解掉，所以咱真侪好朋友讲。用这个溶磷菌料哦，那鬼啊哦，那种给做袂缺钙，这个是对的，也不比较不容易缺铁，因为也有磷酸铁结合，它袂欠低，它袂欠，而且这物件较容易吸收。那么有的人讲啊，这用了料钾肥会特别容易吸收，钾其实伫这个土壤内底结合能力足弱个吼，因为某些的磷酸钾吼，一种呢钾跟磷去结合，所以也把这钾给解放出来。但是呢，伊个结合力很弱啦，即唔免虾米微生物吼，都不家己的话都甲抢过来，所以一般咱袂特别去强调讲啊，伊即当虾米溶磷结钾，钾本来就较无容易结合，所以咱袂去特别去强调讲有即个结钾的即个功能。啊，但是有个人去讲啦，啊，他也没有错，他讲的也没有错啊，所以呢，即当个咱喝酒喝朋友呢，小做姐姐了解到，所以呢。这个你也当你来改这个做解这个处理齁、哦。那么相关齁、哦、因为咱这个咱的听友很热心齁有帮你啊这个讲一寡这个问题齁、哦。那么呢、啊、这物件齁大概也是可以的齁、哦、可以去处理齁、哦。你若准讲伫这个栽培上因为并讲像咱伫热人热人这个时间呢一定爱和这个叶子呢有一点点啊，这种大概有一些抗性，抗性要好啊。要安怎和伊会当抗性较好呢？并讲你当用细片啦、啊，用这个协力旺啦、啊，吼、哦。那么这些物件呢，有一个这个好处，吼、哦，上面款的好处就是会让它长得比较啊比较健壮，吼、哦，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所在。所以咱。啊，利用这种啊土壤这个微生物哈、哦，那么这呢一个真要紧哈、哦，那么这有好朋友小知影到，啊，当然像这个啊根门吼、哦，根门呢这部分呢啊，这嘛是真重要哈、哦。那么你也想讲许个，当小来解这了解到哈、哦，这咱都只已经讲过吼，咱好朋友们这个啊搞这个资料呢，这来给他传过来，所以呢，真的。是有什么款的这个问题，用这个进一步来改这个啊，做一个这个探讨啊。因为呢，那么有当时啊吼，这些物件吼，咱啊在的你那是对一个这作物吼，咱开始在种吼，然后呢啊，对于呢都爱。哦，去即马足方便的嘛吼，你当去收伫这电脑网络顶端。也较少年啦吼，你当去收集到这款的一个一寡相关的这资料啊，加减看啊，看无拢会当问吼、哦。有当时啊，感觉看起来啊，好像懂又不懂啊，迷迷糊糊，也拢不要紧啊、哦、啊，也拢是安尼长大，因为你唔是专业的，因为你唔是啊，你唔是生出来的种菇菜花、种菇菜，对吧？咱人拢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吼、哦。那么。多多了解，加减问啊，主人呢，你进步这速度得继续紧的安尼哈，讲给你做参考啊。好，来63380016338601，这是现场的电话，直接欢迎咱乡亲多加的利用。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都会当卡咱的专线电话。好，接着看是凡。凡要请教老师的问题是有关于苦瓜，伊讲伊的苦瓜呢，目前吼叶啊生出来，够即算讲有出现了吼一点啊状况，这是要如何是吼？你看伊嘞苦瓜叶片呢，安尼聊聊哦，好像就是袂存了，而且它的叶片绝对是有问题。来，老师，来这个新尾吼，这个起来呢，改成。叶啊，无啥会顶吼啊，然后呢，感觉迄个顶呢，那种红迄个黄吼，别安尼哈。那叶啊呢，小可 QQ 哦，有一点点不太啊，无啥正常哦。搁一个真重要，这所在的感觉那种啊，有一个啊。青青吼，这些药呢，那么这种有的人会跟你讲啊，这可能是这个药哈，啊，很有可能是这个消长吼、哦，这个呢，
一般来讲，咱那是消长是黄中带绿，绿中带黄，黄中带绿，绿中带黄，所以你这个行为呢是应该是这种这吼这，你爱那是叶啊白白顶管有这种呢，这纯粹是根系的一个这个问题，因的这个问题哈。那么这内底呢有一个就是讲伊迄个因啊、有一点啊这个状况。并讲可能口水较济啊，是安怎？那至于迄 QQ 吼，咱先一个一个来吼。这 QQ 这个部分呢，你注意啊看，伊个 QQ 的这叶啊顶管喏，一点白白吼，就一点一点白白的吼。那么这种一点白白这种呢，这当真肯定，就是讲这进前可能是这个鬼啊类咱上惊是虾米？这个细螨、这细螨之类的这个问题，就讲这个螨类这个危害吼。嘛，那是无落雨，哎，就是这个，那是拢无落雨，这种比如咱讲二点夜门、夜门啊、茶室门啊，吼，那么这类的姐姐危害。那么伫高温的时阵，你要较打伤，一两天啊，伊白色一点，叶啊摇摇，吼，那么甚至心脉有当时啊，安尼吞吞，所以啊，你这一定爱小来改这注意着，这应该是这个红地毒的姐姐危害，这个红蜘蛛，所以这第一。这 Q 号的这部分呢，那么这应该不是消长，因为消长呢，伊也会尿会尿哈。那么伊叶啊在 Q 的时阵，怎啊规个揪起来？那么你这叶啊把补补，那叶啊把补补呢？这种这通常就是这个根系哈，根系。所以你伊还有一个是当顶点顶点白白，这叶啊顶管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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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那么这款呢，这款呢，这经营呢，这一般来讲哈，那么这应该是这个。二点叶门之类的姐姐危害，啊，有诶补吧补吧吼，这较担心诶，就是讲，除了二点叶门以外，有一种情形是叶啊无足球诶，但是伊补吧，啊，你这叶啊球起来，补吧，佮有一点白白，所以这一般会当去判定，应该是即个二点叶门哦，这，进前可能得新买时阵得有去加着吼，啊，所以。啊，伊就会去出现着这款诶姐姐情形伫咧，所以这一定爱先改做者这个处理哈、啊，那么这个最主要是这个螨类危害。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伫下加迄两张这个最后一张这个相片内底哈，迄黄叶的姐姐部分呢，那么伊有一个哈、啊，通常你甲看伊黄叶啊，然后呢啊，到叶脉甲叶脉所在，我到迄个所在，伊哪从会怎啊停起来呢？到迄个所在，到叶脉所在会怎啊停起来？那么这种你也知影，这落雨了呢？啊，阴雨天的时阵，伊就容易来发生的一个这个鹿菌病，啊，这鹿菌啊，那么这个鹿菌病，这当讲是眼睛鬼啊，吼，伫这个湿气较重的时阵呢，很容易吼，真容易来改这发生，尤其你看老朽，老朽呐，这个有呢啊，这个水气吼，伊的有的人讲暗时较呢。啊，较淡的时阵，这个较湿冷的时阵，它会掉吼，无这个道理吼、哦。这伊那是热人的时阵，有当时啊，伊的速度足紧的，只要那落雨，小可那是啊，这个落雨湿气较重吼、哦，这落菌就真容易起来吼、哦。所以这一定爱做好这落菌的这个防治吼。那么这个最主要吼、哦，最主要的卡这是这个鹿菌病吼、哦。那么有的黄的吼、哦，就是讲有的迄种黄叶你看袂出来讲吼、哦、啊。看不出来讲有叫叶脉改这个限制掉嘞，那么这种有可能吼，因为焦焦啊，这种有可能是这个根系受损吼，并讲伊根了啊，较无讲解好，所以啊，不还是会建议讲你伫这个掌卡吼，掌卡呢，你会当这个洗掌兼罐头，什么叫做洗掌兼罐头？就讲我转药的时阵呢。右边拢有砖吼，啊，后头的这个所在甲处置嘞，哦，因为呢，咱足惊的是这个，因为咱用的这个药啊，吼，这落菌的药啊，尽量的迄个易行性，比如讲像亚脱敏这类的吼，那么咱喷右边，啊，有法度吸收啊，砖头这个所在，因为伊会着落菌，真有可能吼，因为你这那是室外吼，算较容易的南部的有雨水的这种呢。那么伊通常伊就较容易伫即个根部也出现着即个疫病，啊，有当时啊，咱伫顶管咧看疫病无去插，啊，即个伊个根就较容易啊，水水啊，暖暖吼，啊，真紧的，从甚至呢就逃出来。连有人讲啊，迄落雨了的连是正常的，有时啊毋是正常的，有时啊是因为。即、这个啊，着叶病，啊着叶病吼，即、这个叶病咱知影伫叶啊顶管咱看，着伫木头所在看，着根买着叶病，
筋那是堵水堵了较食力吼。啥物叫做堵水堵了较食力吼？就是讲伫即个水底吼，伊可能甘水呢连续几工啊土拢无打松，啊即个所在的长头这样的啊出现这种问题，有当时你也看到啊，那高温高湿的时阵，心脉甚至会连啊，有的人看心脉咧连吼，即看到这种呢。你不去甲注意，所以咱定爱注意后边啊。所以拄则讲到，比如讲像这个亚脱敏这种，你后边甲喷啊，后边喷啊，长头喷，这拢有这个效果的嘞啊。这个效果呢，拢一定会出来。所以这底下当个男好朋友，那么小做姐姐了解到吼，这大概是安尼处理的这个方式啊。啊，这互你小知影者，所以啊，当然即马那落雨，就较无夜门哦。啊，那是好天，进前呢拢真好天。那么和平的时阵，伊就即个药丸，所以这有的是即门类者话，所以你即个红地毒的药啊，因为真惊就是讲，因为可能无药安尼杀的杀的吼，就大概注意。那么即、這个诶落昆药啊，来抓抓药片，先抓罐头，那安尼呢就较容易把即个问题来即控制掉咧。那么即个药啊有较歹吼，所以咱会建议讲啊，是不是甲加一撮啦，血力旺做伙来抓。对这部的这本身吼，一个保护啊，这大概咱也希望讲，该男子术啦，这落去也较健身吼，好做功课，这大概是安尼处理的这方式，提供给你做参考啊。好，来6338601，6338601。这是现场的call-in专线，好朋友多加利用。明仔呢，咱透早4点至6点，上午呢8点至10点，这是咱网络的重播时间。收听部分介简单，即卖你只要吼，伫个网络找咱新农电台，看到线上收听，甲点选下去，安尼就会使咯。好，继续看是咱永靖青农的问题。永靖吼青农，伊问阿宝老师，有关这药味素是毋是有这个移行效果？什么对抗热障碍用药味素？有喷卡算讲夜喷比较好，还是罐头？啊，那是要罐头量爱偌济？另外就是讲天气热呢，进口瓜铺稻草，是毋是爱烦恼？会有别关的这个问题？还是讲利枯病要安怎来做防治？针对着龙鳞菌吼，解开。哦，就是讲解开了伊个拮抗和微量元素，如果那是无伫个根圈的附近，是不是会不会让解开的微量元素呢，搁重新呢做一个结合？来，这个玉米素哈，以这个移行性哈，这个有限哈，就是讲啊，它还是有的哈，但是呢啊，一般来讲哈，就是讲伊也是这个。几个重要一些成分哦，比如讲咱咧讲的这个玉米素哈，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些物件哈，并啊，尤其这蜜酪宝哈，这些物件伊较复杂，伊在带有天然的这个玉米素，最主要是这个物件。那么这个天然玉米素，它当然移行性相当的好，这些物件无问题，有这个移行性，但是伊内底有这个小分子，这个比如讲像有一挂这个甜菜碱这种物件，这个也有移行性。啊，够一个这个氨基酸，那么多肽，这氨基酸有一点点移行性，这多肽的移行性的较无好，啊，这也有其他这物件，所以啊，它是有移行，但是呢，一般咱咧用吼，并讲啊，叶面呢其实是容易去吸收的，吼，尤其是德国这个因有做过这方面的这试验，那么叶面呢这个吸收效果呢，这个还不错，所以呢。咱一般咱会建议做一个这个叶喷啊，做这个叶片来喷，叶片来喷咧用呢，当然会较省，就是伊的这个间隔的这个用量呢，啊，会比较节省一点点哦，会着较省小块哈。那么罐头的这个目的是要创啥？罐头的目的是为了养根哦，比如讲有当时啊，伊的根哦，根较袂开哦，这种伊会当尤其细长哦，细长的你若讲细长的一点点啊有。你本后面哦，也当吸收的量是不是上过头少？所以咱细长迄阵，咱的罐头，细长罐头有两个目的，就是讲第一呢，就是让伊的根会当快速的这个拓展啊，食一寡这些物件，也当啊，栽啊嘛吼，会当抵抗这个啊，这种热胀。比如讲，咱热人咧种，咧种栽啊，咱会用这个
防止疫病的这个药啊，比如说果皮巴克，比如说我们的蓝紫苏啦、玉米素，我们的蓝紫苏啦，这个蕈状羊膜杆菌。那这目的就是防病，而且呢，为什么要蓝玉米素？就是可以让它更快进，啊，伊的细长仔啊嘛，你也本后边伊会当吸收的一点。所以咱伫根圈的这附近呢，就真侪这有效的成分伫这内底，那么伊会咧大个较紧，哦，较紧快进。啊，那大长起来，咱已经开始咧大，咱就转后边就好啊。所以这大概是安尼。那么大长的时阵尽量用喷的，细长的时阵尽量用灌的，大概是这个道理哈。啊，咱有的朋友呢咧种瓜啊吼，伊讲伊反正伊罐头，伊罐头特别弄较烂，伊的这个玉米树无咧转后边的，伊讲。我感觉这个罐头效果较好，所以特别弄个罐这回归啦，吼，这回归特别弄个罐头。其实以这个叶面的吸收效果袂歹，有个人对这个后面无讲介，无讲介介意吼，这种这无阿多吼，这唔是对还是唔对的这个问题，没有对或者错的问题。但是那是以后面来讲，有比熟的后面的吸收的这个。大长咧吸收的速度较紧，啊，细长伊个叶啊少，吼，咧吸收就少。比如讲像咱种火龙果，你喷叶面，无啥其他有啥物叶啊，干去颗粒啊，你罐头的，伊迄千斤土下面，你足紧就食着，迄效果点倒会好。所以这大概是，而且回归斤个较浅，啊，这斤是足浅的。你的罐头也效果嘛是袂歹，所以这大概是安尼。所以啊，要对抗热障碍哦，那是较大长，还是要喷叶面。罐头嘛是会使，啊，买罐头呢，大概就是讲咱这一罐哦，大概一升的量呢，啊，一粒的这量，你差不多当用四分到五分一遍，哦，一遍大概差不多四分到五四分地，你若用五分地来个扎，啊，五分地来个扎的时阵，你一分地你灌偌济水，后面讲你一分地你我都用一百水来灌，那么你啊一分地你用一百水，你要灌五分地你用五百水，那就是五百倍，哦，这是上标准的。啊，但是有诶，一百水可能无在条管，有诶用两百水。啊，两百水，两百粒啦，吼，两百粒诶水，你若五分地，你就变作用一桶，所以你就变作爱一桶水。啊，一桶水咱用五分地一罐，所以你得用这个一千倍。啊，这倍数不要紧，但是就是讲，以这个一分地要有这个效果，要有这个效果出来呢，我建议上起码差不多伫这个。两百瓦左右啦，罐头通常会了较悬一寡，可能就四分哦，还是三五个人三分地就灌一罐，这一般是差不多的四五分是无问题。啊，粪尿片得个较省，因为粪尿片你一罐的差不多一遍，差不多一加冬，因为你咧粪尿片的时阵吼，咱拢建议讲用一千杯嘛，啊，一千杯差不多就是这个就是一桶水，所以一罐。一粒咱泡了是咪一桶水？一桶水咧转后边，你会当转偌济？对不？咱一般那是一分地吼，一分地那是转药啊啦。比如讲，以枯萎长来讲，一分地咧转那是转八十到一百，那它已经上病啊啦吼，已经甜甜啊，是一分地转一百水就正淡，都会淡。啊，一分地呐，一百水一加冬是咪都啊一桶水？所以你用一千杯都啊好，就是讲伊就变作一遍，安尼是不是？一大桶就差不多用一罐，所以这种的这个用量是不是拄啊好？咱罐头的一半的这个用量，哦，所以为什么不好讲啊？粪尿片较省，罐头较伤，这原因就是安尼。啊，所以大肠其实是用粪尿片的，佮较好，伊散开伊真容易吸收，而且伊这是一个。啊，这种蛋白质吼，一个氨基酸的这个胶体，那么这氨基酸胶体呢？这种的这个药呢，效果给足好的。安怎讲，伊效果给足好的？简单讲就是讲，伊这个氨基酸伫这内底。那这氨基酸伫这内底呢，伊本身就是一个会当帮助咱做不了当去吸收，所以有啥物咧用的这个效果还不错。这原因是伫这个所在，当然够其他的一个作用，唔是讲干呐平平的氨基酸。氨基酸是一个其中一个这个成分，最主要这天然的这个。细胞分裂素的一个另外一个分支叫做玉米素，这个成分是伊上大的一个好处，所以后面罐头你看是什么款的这个情形，你也当改这个选择。那么天气热，种苦瓜、铺稻草，哦，是不是爱担心有这白冠病啊、痢疾病啊？这个有铺稻草，无铺稻草，拢会白冠啊，尤其
这个铺稻草，有的人讲铺稻草土脚澹澹，伊颠倒较容易得白冠病，这不对的哦。因为咱无可能吼，不时澹落落，对吧？但是有稻草的时阵啊，稻草的小花含一点啊水分，淡少淡少，伊土咧打的这速度会了啊较，温度咧上升的速度会了啊较慢，所以有含稻草颠倒较好。这绝对是有含，绝对比无含较好。好、哦，这种呢，所以不要为了讲啊，有可能的这个会得白冠病，得这痢疾病，所以我不爱看稻草。那不爱看稻草，这个看白冠吼，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不是绝对的，不是讲啊看落就得白冠病哦。足侪人讲啊，我顶界无看无代志，啊看一下怎啊得白冠？你只要无头迄个所在，无卡迄只遐，你小花改，你要看这样这样腰啊开吼，差不多唔免甲正翘，迄个所在呢，不一定爱甲。啊，看的嘛，不要紧。啊，你咧转药啊时阵，比如讲咱转药啊，乌麦灵、胡多灵，咱咧转啊，咱咧去灌头，伫这无头这所在，咱咧去甲用、哦。所以呢，这个没有关系的啊、哦。那么这大概呢是一个这个较重要的这所在啦哈。那么有诶，这个痢疾病，痢疾病细长会掉，大长得袂掉啊。一般那是，尤其你种的是这个嫁接苗，嫁接苗。那么这个嫁接苗也温度。都种落去，迄个细长仔啊，迄阵会得痢疾病，啊大长起来就白啊。比如讲啊，即、這个普克拉门哦，即、這个物件普克拉门呢，因为有当时啊，伊迄个高温吼，伊个汁啊吼，迄温度上过头，伫汁的迄个环境无介好，温度较悬啊，所以嫁接的时阵就感染啊，有迄是嫁接的感染，因为伊那是接好啊来咱家时阵不太容易感染，不太容易感染哦。啊，但是咱种的时阵温度呢较悬。就较容易出现到一挂即个病害，所以你细长，伊细长会着，所以你细长的时阵用即个佛比巴克，那么来改即个做处理，那么一般来讲呢，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细长的时阵，你就是用即个药啊，有的人较早用普克拉门哈，那么用普克拉门拢会使，但是即卖呢，拢用佛比巴克，伊会当控制即个啊苗的即个痢疾病，尤其嫁接苗。那么这位无啥物款问题，那么白血病呢？啊，湿度高、高温的时阵，就较容易来改这发生。所以不灭灵、有多灵，即个伫高温多湿的这环境、长头的所在，咱咧防止疫病的时阵呢，这药啊呢搭配啊来改做这个防止，这自然就当改控制掉咧。所以你唔免去担心这物件。即个有看稻草，看稻草的好处绝对大于。盖稻草，这个物件是安尼。你无看稻草，土脚澹，伊同款就白冠病，同款啦。白讲安尼就袂对啦。但是有看稻草呢，啊，确实伊个土壤的一个这个温差较袂遐大，伊根吼，较硬，然后会当对这个温度较无遐尼啊敏感，哦，对这个土壤的温度较无遐敏感。伊咧拍咧，咧拍呢算有一个热硬嘛，伊咧拍较袂遐紧烧。迄土咧烧诶，较袂较慢，所以做物呢，因点倒会较好。所以啊，咁稻草呢是较厚钢，或者第一厚钢，第二呢，或者有当时啊稻草嘛，不一定真好摕。即那毋是讲旁边拄啊好有人咧，人咧播产，你去甲摕，是讲家己会留起来，咁无呢太容易啊。即伊个好处绝对是大于它的这个缺点啊、哦，所以。即个话是建议讲有条件，当然是当按稻草啊，对，大概是安尼。那么说落去哈，即荣宁菌哈也当解开哈，也当解开是虾米款哦？就是讲即、这个，比如讲钙含磷去结合，铁含磷去结合啊，有诶讲啊铝咧，铝含磷结合，铝含磷结合哈，荣宁菌解不开，伊迄个解不开哈，它那个结合的太紧了，这种物件咧。荣宁菌怕袂开，荣宁菌改当解钾、解钙、解镁，然后即个钙、铁、镁哦，然后这个诶钾即几种诶解得开，不然呢解不开。伊唔是万能的啦吼，所以伊最主要是因为即个钙哦含磷去含磷酸哦，即磷酸钙去结合过磷酸钙哈、哦，那么土壤内底磷酸铁、磷酸钙哈。哦磷酸镁这种物件去结合以后，这部分呢，即有效性的降低，尤其钙跟镁，特别是钙，哦，伊会降低。那么伊这种有效性降低呢，就必须着伊第一磷食袂着，第二呢，伊这个钙嘛食袂着，
啊，即嘛啊，伊即个溶磷菌落去伫土壤内底，伊会当去解解开。一般溶磷菌呢，啊，伊会伫即个根圈的即个附近，因为根吼，伊会产生一寡即个物件吼，啊，就是有一寡也根会分泌吼，根会分泌一寡即个物件呢，即个溶磷菌会很喜欢，它就会一直待在根的旁边。那么待在根的旁边也得到即个根的即个滋养，然后呢？伊个功能就是讲伊个分解，所以根到底溶磷菌的到底，这个东西因为即个共生关系啊，溶磷菌因为得到根的一个即个物件，伊会去分泌一挂即种有机酸啊，吼，啥物啊，甲即个磷把它解开，啊，磷解开这部分呢，即个根我都吸收，啊，它就会分泌一些养分，啊，这些菌呢，这些土壤微生物呢，就得到这个滋润，吼，所以这上重是即个得力，吼。所以你讲哪尊公无伫根圈附近，它是不是会让解开的这微量元素在钙啦、磷啊会的？这有可能的，就讲，因这个溶磷菌伊的作用是跟那个根是做伙，所以通常伫这土壤内底有溶磷菌，根会较侪。这个原因的一些所在，因为因两个基本上是这个有类似这种这个共生的这关系。当然，你这种共生吼。菌跟菌无同款吼，菌跟菌是因两个是完全结合在一起吼。这些物件呢，较早这个阮咧记咧讲，这有入户口，这有结婚咧吼，这两个拢结做伙吼，这种这个关系呢，这相当的一个好，这完全是结合在一起。我你中有你，你中有我安尼，这两个的这种的关系，菌跟菌是安尼共生关系，因这种共生啊，咱的 BM 菌吼，蕈状芽孢杆菌是。菌呢直接到这个根内底，伊产生这种叫做内共生哦。这物件呢完全伊是入去，两个是共生关系。那菌跟菌哦，伊是一个啊伫外口啊，但是呢，伊的菌丝哦，伊的入去含这个根呢去结合在一起啊，伊的植物诶哦，这个菌跟菌养分啊，菌跟菌诶帮植物吸收这些水分啊，是讲这些物件。那么溶磷菌呢，伊的共生是伫根圈附近。根的所在，溶磷菌才会长得很多，其他地方就没那么多。所以你唔免烦恼这种讲是不是解开啊？伊个物件做很特别的，是讲啊，咱土壤内底假设你拿一滴甲落肥，有个人肥得足重的，你用溶磷菌呢，感觉不出来它很明显的效果。为什么？因为迄根的附近的你磷系足济，啊，你磷甲系你感官有迄个肥的时阵啊，磷足济。磷足济，那么伊个溶磷菌就不会作用。啊，即马磷呐是减少，伊个溶磷菌就会作用。啊，所以咱呐是咧下溶磷菌的时阵，啊，磷肥要减少，唔免落较济肥。所以啊，尽量有啥物不好拢讲啊，即、這个唔免一定得爱落即43啊。啊，有个人讲即、這個、啊，得爱该落43啊，43其实伊最大的意义就是伊个一个即个啊氮钾比1:1哈。除了这个意义以外，磷太多反而啊，这个增加土壤内底这个EC值。但是你会发现讲，为什么在这个肥料内底，任何一间肥料公司拢会出这种这个平均肥15:15:15:20:20:20:17:17:17？为什么拢会出这种的这肥料？因为磷对作物来讲是足重要啊，因无用溶磷菌，伊只好得靠这个化学肥料来用。啊，咱有用溶磷菌，咱磷就免遐济。所以这肥料就会省一点啊、哦。那么磷较少，咱用的肥料，比如讲啊、这个没有必要那么多磷，这个电稻哈，电稻呢根就开生长变得好，因为你磷伤济吼，食袂掉就是食袂掉，它真正的是这个效益啊。结果你磷下足济，拢磷酸钙去结合的，落肥落啊，到尾会安怎减肥？不，会减肥？安怎减肥？这叫板结，也减一丁安尼。就啊，建起来，土下面的建一层，这样顶顶一种物件，吼，所以咱用溶磷菌的去了啊，自然呢就能够去吸收，吼，所以呢，那么这物件是安呢，吼，所以这个当然伫这土壤内底，吼，那么还有很复杂的这作用，吼，这就是咱尽量会当去，比如讲有机质的含量较侪，这种溶磷菌呢，它又可以长得更多，而且长得更多的时阵这个行动呢又更好，所以呢，这大概是这个道理哈。所以就咱就听众朋友，你需要做这个功课哈。
来6338601 6338601，这是科研专线哈，好朋友随时有问题，拢会当卡咱的电话。明仔呢，咱透早四点至六点，上午八点至十点，这是网络重播时间。收听呢，介简单哦，拢会用的哈。随时搜寻神农电台，点选线上收听，按那个用了。好，老师看一下哈，这个林月君，林月君即讲到以前的高丽菜，就是一家砍头菜哈。种了20天了，其实伊有发现讲，第一季里十天吼，改当吼，可能就要改当站的食吼，砍头菜。那后期呢，拢是安尼变成紫色，这是客欠什么玩手？因为伊每一届呢，算讲喷药啊，拢会用冰克隆啊，今日呢，搁较严重吼，一直到这个冰克隆哈，冰克隆，这可能阿伯啊，袂使甲你误导啦吼。这种物件就是讲，伊唔是一个，因为冰克隆咱要防止的是虾米款的解决问题呢？那么最主要的是讲有这个预防的这个效果啊。那么以防伫一挂这种这个类固病，比如讲咱讲的刀掌这种的哈。那么这个状况呢，这咱可能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所在。那么就是讲，当时啊，这个细掌的时阵哈，伊的刀掌这种的这个，咱常常来讲的吼，这起头中风吼这种呢。这个类固病哦，这大概咱用这个冰克隆是有这款的这个效果啊，但是这是一个事先的这个预防，事先的这个预防。那么你也是钓钓的时阵，其实就效果就不太好。所以咱会当去甲用，这细长的时阵，咱去甲处理吼，多用该处理可以啊，袂钓这个类固病较大长，因为类固病通常伊是较大长的时阵才会钓，这个较细长的时阵会钓了，较大长呢。他就不太会得了哈，这是安尼哈。那么你讲这個菜呢，搁几只讲得差不多会被毒的哈，但被毒的为什么这药啊呢？换这个紫色哈，有这個紫色呢，那么这种呢，这通常咱来知影哈，现是虾米？有的人讲这可能是缺磷啦哈，这里啊，但实际上这个磷呢，这个磷哈，因为啊有。真济即个原因吼，就讲、是，你比如讲你也是拄到即个高温的时阵吼，即、高温的时阵，伊即、作物内底吼，比如讲咱的即个高丽菜吼，像其实有一些有一点点即花青素即种物件伫即内底。那么拄到即个高温呢，伊日头曝落了吼，曝落了呢，伊即叶啊就变，就会变红。好，那么变红呢？这个变做那种缺磷一种的这个竞争，因为啊，你若讲下骹那种这个紫色的，有的人会来讲去缺磷，有可能哈，但是呢，实际上更加大的这个原因呢，有可能是什么款呢？因为你若看哈，真正的问题那是讲拢干那底这外口叶啊，那么有可能是这个磷它不足，所以。啊，你溶磷菌呢爱哪管啊？这个管子说啦，这个溶磷菌，那么这个以对长来讲，当然无什么款的解决问题。那么但是更加多解决原因，更加大解决原因，尤其你热冷呢啊，其实冷嘛，很冷的时候，真寒时阵呢，伊咪变有一个这个叶啊，咪变这个。啊，这个紫色哈，有这种的一个这个情形的嘞哈。那么，够另外一个就是讲啊，在它比较热一点的时候，也会一般变有这种有这紫色的这个三星，所以就当时也是这个高温的这个障碍，所以底下不是建议讲。啊，你该喷一点啊，这个物件哈，啊，喷这个雪利旺哦，这物件呢，会是这样的一个有一个这个效果的嘞，所以呢。可能是这个高温，这个高温呢，较容易来改这个三星，但是这啊，我个看起来吼，这以目前这种情形呢，这叶啊也长得还可以哈。那么这个看起来呢，也不是太大的这个紫色的这部分呢。那么伊有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是这热障碍，但是为什么也这热障碍呢？原因是因为你得黑虎病啊，这。这条乌乌病，乌乌病哦，咱伫这个叶啊间也看到三角迄种黄色的一个一大一大这种呢，这拢是这个乌，所以啊，你这爱喷这冰克隆是没有用的哈，这种呢一般来讲，
这个佳士童、佳士美术这种物件，你要给控制哦，好势。那么因为伊迄有着这个乌病，着乌病呢，伊着对这个脚背比较不耐热，啊不耐热呢，伊着较容易有这个紫色的一个这个血管会造出来啊。所以这点呢，啊，你要稍来给这个注意的哦。所以这应该。目前该看起来应该不是这个营养元素的这个缺乏，所以呢，这点要小心啊。那么因为这个乌病，因为这个隔温，所以你这还是要稍微再注意一下啊，这真重要的这个重点。因为这阵热了那么很热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很容易出现这款的这个状况的嘞。那么也血压呢，就会变这种高温的时阵。隔温的时阵的变这种紫色，这应该以我个人的这个推断来的哈，这个因为你那干那变紫色呢哈，这血脉已经安尼冷蓝冷蓝，所谓冷蓝冷蓝，就是讲伊在先那种叫水杀掉安尼，因为已经有这个黑腐病的这黑腐病这种的这个细菌性病害的这个竞争，所以啊，伊也是细菌性的这个病害，伊就较容易。啊，这个对热的一个，对热的一个，这个反应更加敏感，啊，所以就较容易会出现到这种的啊紫色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个是安尼哈。那么有的人会跟你讲啊，迄就是这个下胃液吼，迄外口要变紫色，所以迄缺磷吼。当然这样讲好像是对的吼，但实际上。这个在你的状况内底不一定是缺磷啊，所以应该不是什么营养元素缺乏。等到是这个细菌性的这个病，还有乌病，那么你要改这个还是继续啊？这两天啊，你也是讲各几天啊要读，你唔免个，嘿，这不是冰克隆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啊，这真有可能是这个啊乌病的这个问题，啊，这细菌性的这部分呢，通常有药啊，它也水分吼来疏散什么呢？流啊，较无遐尼啊损失，所以对这个隔温就较无耐受性，所以就会产生这种紫色的这个所在造出来啊。这是安尼这状况，就提供给咱这位听众朋友呢，你需要做这了解掉吼，这个要还是要小心吼，这真可能是这个黑腐病的这个药。那伊这个发展足紧的吼，所以你。这种抗生素之类的这药啊，继续过来给控制掉嘞，袂使好压起啊，因为个压起呢，这个后边吼，就较容易有这伤战吧，就款的这情形来给这三星，这互你小做些了解啊，嗯。好，来时间的关系吼，咱今日两点钟的节目就先暂时呢进到这。收音机边啊，听众，假使讲你还有疑问，有一个不清楚、不了解的问题，一样提醒你，明天见哦，拜拜。